那你早点醒酒吧。走吧，今天要去产检呢，这是生之前的最后一次大检查。正好下雨了，小米酒跟我都打个伞，他自己打个自己的。今天检查的项目还比较多，肯定又是大半天。我们小米酒打个小伞还挺像那个样子的。上去快点。好大。专门撑伞的人，米酒爸爸是。来吧，到医院了，现在挂好号了，去找医生开单子做检查。今天好多检查呀。我不会丢。那你拿好。中间有个折着呢，咱们。什么都要帮忙，你看看这。这会儿先去排队做 B 超和心电图，然后过会儿再出血。不是这样的。是的。今天这个大检查一共是花1200多块钱，也是最后一个大检查了。人家在抽血，看我们小米酒在干嘛。我们小米酒好好奇，站在旁边，还没到我呢，他就在旁边，咋那么好奇呢？他这是要看人家哭不哭吗？喂，喂，叫都叫不动了。喂，小米酒，他在看人家医生的手法吗？这是。你看你家姑娘站在那儿干啥？她就一直站在那儿。现在检查都做完了，就等结果了。过会儿把 B 超拿给医生看一下。现在还是脐带绕颈一周，在这儿坐一会儿，喝点水。吃点包子。喝点吃点，给你带了个牛奶，你喝吧。我们小妹就跑这儿来量体重了，多少斤？我来看一下。16、17、17，34斤啊、哦！再给你量一下身高，站直了，腿并拢，站直。103啊！我们现在在住院部，小米酒就是在这里生的，当时我们住在这边的这个病房，隔壁就是小宝宝洗澡的地方，还记得呢。你看嘛，在外面也能看到嘛。妈妈看不见，我要看看里面小宝宝洗澡。这会儿没有洗澡的，洗澡很早的。就地纯游啊，以前就是住在这个病房。以前都住在这个病房。对，现在已经检查好了，我们出来了，给医生看过那个今天的报告了，结果一切正常，就是有一点好愁哦，愁得慌。米酒爸爸怎么办呢？那可能是我姨来了之后，我这个动的太少，吃的又多，然后吃面食又吃多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怎么办啊？现在控制还来不来得及哦？来不来得及，你都得控制。他是现在来不及控制了吧？怎么办呀？生下来宝宝会太大怎么办？太大卡在肚子里吗？妈妈是不太大卡？对呀、啊，太大了，生的时候就很难生啊。给大家看看今天的这个 B 超，他说这个胎儿现在应该有7斤多了。以我这个身高的话，应该嫌大了再长的话，就有8斤了。说，这啥概念呀？小米酒出生才6斤9两，我都感觉太难生了。这下好，现在都人家那个摸了一下，说都大概有7斤多了。怎么办，小米酒，愁死了。懒得吐，不是愁，妈妈愁得慌。那你不吃饭吗？我不吃饭啊。好，那我就少吃点啊。好，其他的检查都正常，现在就是注意控制体重了，要多出去跑跑，然后少吃一点，少吃点主食。